汉滩克隆成员具君叶去回20多年前就爱大 S 徐熙媛变成过敏子服，婚后定居台湾，当空中飞人台韩两地肥。今晚吴建清演唱会中断，带来一首妙妙妙，随即揭晓重量级神秘嘉宾韩去元唱具君叶惊喜登场，立刻让全场陷入疯狂，环声雷动迎接过敏子服。 具君叶今晚首度站上台北小巨蛋舞台，更是婚后来台第一次跳酷龙的舞。吴建清与具君叶同台歌唱韩文人区，脱离城市，场内气氛嗨到最高点。随后，具君叶又带来另一首酷龙经典代表作之一《B2B2B2》，并和吴建清同台热舞大跳一段dance break，惊艳全场。 陈琳就询问欧巴至具君叶来小巨蛋表演的心情，具君也用中文开心笑说很高兴。换到刘俊说提问，以姐夫看过这么多艺人、歌手、团体，觉得吴建清可以红多久？具君叶直言用缘。小来更直接发问，欧巴很幸福，我们团体中有2位是陈琳久，娄俊硕也想结婚，想要欧巴给一些建议。具君也放闪说。 要在心最炙热、最爱他的时候结婚，但是就算现在不结婚，也可以像欧巴一样遇到命运的缘分。最直接的肉麻告白，让全场嗨翻天。小赖打趣说减肥目的是为了欧巴，现场脱外套，更表示特别为了欧巴练出一身 yes 的曲线，秀出翘臀。具君也被小赖逗了，太把小赖屁股，让满场歌迷尖叫声几乎要掀掉小巨蛋屋顶。 具君叶诚意十足，最后更用不流利的中文说：“我很高兴认识大家，然后我很高兴认识吴建清。”具君叶透露，他觉得跳舞部分是很重要的精华，坚决不能删掉。吴建清全员也为此苦练舞蹈，最终呈现空前绝后的竞彩舞台彩出，能促成这次的合作。因克隆当时是滚石歌手，具君叶现任经纪人也是以前滚石同事。当他今年来台湾时，想说有机会可以一起玩音乐，才有了今晚的惊喜彩蛋。 自从具君叶去了大 S， 外界一直流传着各种猜测，有说具君也为了事业的第二春才去的大 S， 而且如果具君叶现在事业红火，根本不会和大 S 复合。也有的人说具君叶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忘记大 S， 总之各种各样的猜测不绝于耳。 但是大 S 和具君叶似乎不怎么在乎这些流言，反而非常用心的经营着两人的小婚姻，逛街、参加友人聚会，各种秀恩爱，的确是过足了一把黄昏恋的感觉。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